好了，先做谁的都无所谓。就这样，好，谢谢。熊猫生十一嘛，就这些东西。啊，但是好没人哦，不靠边。中正北路300，靠腰这么远。走啦，你下班啦？我想说怎么这时间才在有叠单，靠北，太扯了。中正北路304，更
165。你上面他没顶腰，因为餐具有些要顶一下，就是要求，不然默认都是、这样可以。对啊。对，前对，就是说你可能要顶一下选项。我也来不到了。嗨嗨，熊猫三九，没关系，有看到两个在等。你几号？我换的发。你们今天如何？我今天早上。今天早
我超级无敌惨，我均热不到。均热不到很正常，我也知道。我他妈早上八点多到现在不到，才刚二十。早上八点到现在不到。刚二十。刚二十。八点到现在。哦。没有，我的时间是乱到底的。八点到现在。哦。我中间十二点三起，我做一张，那一张我呛那个调度呛了老半天。他说新庄七也是三重芦洲的一区啊。我在那个古堡那边边界，古堡那边不是边界可以到五股那一块，那边其实那边就五股，我在那边接到一张新庄的，那就说我送三路的，这个我不能接啊，对啊，我都跨区了。那你有去啊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然后他说请稍等，然后我就啊，他应该会处理一下，就被拉休了，因为时间太久没有接单会拉休嘛，就一拉休我就跟他讲其他处理，对他处理上线完之后，后面补我一枪，那个范围内可以取，我就很不爽啊，我说什么叫范围内？那请你告诉我范围是哪里？哦。然后来讲到，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跟我讲什么，我说不然你跟我讲范围是多大，对吧？你看我还说新庄是三重芦洲范围里哦，然后他还跟我说是，然后来给他同事跟他讲，然后说那请问你所谓的范围多广？最后怎么用？最后他就讲不下去，就一直在重复跟丢兵一样，他说请你找你们调度营运调度处理啊什么的，就是有资源出来，他就都回一句公式化了，有没有？那怼到都没话讲，我就算了，不跟他吵。对，然后我那一个小时就没单，我穿骑车你就没单，我就只送那一张而已。他不给你，你又不给就算了，那看到就很堵单啊。因为我原本是从三重五华街接到一张送那边，我就已经很不爽，3.82，我已经三点八二还好了，不是就已经很远了，就是你知道都4公里的，不是因为你不觉得他最近不是你就是让人家可以调啊，结果。乖的人都嘛只中那种烂单没意义吧，对吧？啊中了还中一张新装的我就算了，你处理好，那也就算。后面骑过去系统就给你 PP 了，不在范围内再就给你。我就说，他就说你自己先问你们家的，就是问我们家。我说这个一看就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是知道，所以我才问你所谓的范围，然后就一直问他范围，他就提不出来。可是他跳出来应该会显示在哪里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在送的时候在五股啊，那一块在五股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也没办法、啊，你知道那一块的居民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被定在哪都不对，因为五股讲的你要跨到这最边边，他们也很干。啊，三重芦洲讲的送到那我，因为我这边知道，所以我看到这边地点我就知道啊，就算是五股我会送。三重芦洲反正都不过桥。对啊，对啊，啊你要去那里，新庄就一定要过桥，一定要过啊，一定要过堤防过桥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很悲哀，哎，明天再来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围巾可以拿。围巾？嗯，乐安街、啊。围巾什么围巾？一个方巾，然后可以就是有点像围脖子，我没有啊，之前就有人在发、啊，可是有人陆陆续续有去拿，然后我以为发完了，我想我明天去看一下，因为我明天休假。听说明天要大家自己抢班呢、啊？是吗？还有全部开放吗？不是，因为营运组有人问营运组，营运说你看到有班可以上你就按吧，没有给组别。我觉得明天就是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按得到，我猜啦，我的猜测啦。靠北，那一定死掉的。而且明天一定大当机，你要想一下，光是第一组的人抢就会当机喽。明天是所有人都可以抢的话，那就很刺激哦。明天大概就是要努力抢那个班别，然后赶快按筛选什么，一开始就要赶快按了，不然会死。没办法啊，他现在想试着跟 Uber 一样啊，就是让我们随上随上。啊，可是啊，他想测试，可是又不老实用。就可以了，起来。
没关系啊，你接下来的表演就跟蔡东哥要拉车子。对啊，骑慢一点就好。啊，我们现在几点？11点到3点。10:45不可以搭的啊。没有啊，你10:45不可以搭的、啊，那就超一样啊，你接不到了。拜拜，请慢一点啊！你就慢慢去哪？去哪？去？感觉很远，1.多公里了。还好，旁边有吧？哦，司令运动场旁边，还好啊，近。哦，边边角角，它不好钻呐、啊，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好钻了、啊。啊，不过还是小心一下，警察还是有。警察还是有，不是我说警察很多啊。在稍微小违规的时候，自己小心一点。没有，有时候小违规速度会快很多。就是你知道，有些巷弄，它就是在边边一点。对，你那个一定要想要上人行道再过去，一下就好。妈的，半年要靠一圈很累。而且在台北我不敢，在台北只能用牵的，可是在三重可以。三重的容错率比较高。对。来，骑慢一点。鸡排，然后甜不辣，然后鸡腿条、杏鲍菇跟三文鱼，是5样。